TFBOYS 三小只正在如火如荼地拍摄《超少年密码》中。1月4号，网上曝光了一组《超少年密码》的最新剧照。照片里，三小只均是学生装扮，元宝宝阳光帅气，像是在运动场的样子；千玺表情神秘，满眼都是戏；而我们的小凯嘴角流血，表情冷酷。据小唠唠了解到，小凯在剧中饰演夏长安。看这张剧照，霸道总裁即视感呢？有没有？第一波剧照就这么吸引人，想必很多人该等不及了吧？三人剧中为同学关系，以寻找谜题的答案为故事主线。该剧是科幻校园青春悬疑剧，以寻找谜题的答案为故事主要线索，三人的友情也是一大主线。据悉，《超少年密码》将于2016年上半年播出，粉丝宝宝好期待的吧？别忘了，还有三小只正在热拍的古装剧《青云志》哦。芒格捞新闻，三个宝宝真是什么风格都合适呢。报道。